路南延，机场路高架，全程79公里。79公里了，多少时间有没有？没有啊，他没写多少时间。李先生，你现在开始了吗？11:45到。预计11:45。现在几点？10:45，一个小时。行了，我们现在要出发，我们从宁海去宁波，大概是一个小时的路程，79公里啊。中午我们到宁波，先去找我三姐啊，我们一起去宁波吃饭。然后呢，今天晚上呢约了几个宁波的音乐界的朋友啊，也是我原来这边老师的学生啊，都是师兄弟。右转，这是我二姐。300米后靠右前方。这是宁海高速的路口。好，我们现在已经到宁波市区了。啊，现在就是先去找我二姐。现在先去找我三姐，这个走过了，现在又掉头回来。去停这里好了，给他打个电话。好，我们在直河大酒店那里啦，你定位地址这个地方的，就不会走了吗？直河大酒店，你已经进来了是吧？啊。哦，好，我下来接。哎，你好，这个车位能停吗？那边停不了，到地下车库了。只能下去啊？啊，这下面位置多。啊，那下去吧。啊，开下去好了。嗯。这个是116。刚才是个阴天，现在呢又变晴了，天气还不错。好，后面有车。在哪呀？你的？还在楼上啊？啊。你们看了多少时间？这是我三姐。来，嗨。嗨。大家好，好，现在我们上他的办公室去看一下啊。嗨，你好，你好，秀芳姐，好，我姐妹，你好，阿姐好，对，还挺气派，你这个办公桌挺气派，挺气派吧？还好吧？啊，这个采光也不错啊。对啊，可以睡觉了。对啊，你办公室要不啊？啊，这有一个，没有爬上去了是吧？说，上面还有阁楼啊？啊，还有阁楼。这是他们的产品。你这个接近朋友啦？啊，现在我们去吃午饭。宁海师傅，啊，创建于1992年。这个你可以尝一尝，但另外人再不服俺鱼嘞。那都行吗？那就是唯一一个人在那个，隔年子去停了过来，就是黄龙花。哎，蛮香的。他李先生很喜欢吃玉米饼是吧？啊，玉米饼，蛮香的，蛮好吃。那土特产啊。嗯。手工的是啥呀？哎，手工的。宁波汤圆，这个是正宗的宁波汤圆啊！我们现在在宁波吃汤圆，在全世界都能吃到宁波汤圆，但是呢，这个是比较正宗的。哎，你咬开来给大家看看。你看，啊，里面是芝麻的芝麻汤圆，嗯，这味道真甜。好的，嗯，哎，吃吧，吃过的，这是我们小时候吃的，叫糖糕。你看这中间是糖，这个是面点吧？嗯，面点。啊，这小时候，现在好像吃不到了，现在一般的地方没有啊。没有，都不做。我们小时候好像街上都有卖啊，现在都没有了。很贱，但是我觉得我们小时候吃的比它要浓，味道。对，哎，它现在还改良过了。嗯。小时候我们吃的啊，很松脆。我觉得糖比它要甜。糖很甜，是吧？凉菜是吧？这个是什么？凉菜牛肉，这个黄牛肉，油焖笋。这个呢？这是那个鲜榨菜。鲜榨菜。嗯。
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塔菜，哎，塔菜，嗯，对。宁波汤圆，汤圆，皮皮虾，皮皮虾，对的，桂虾是吧？对，鸡尾虾。啊，鸡尾虾，这个橘皮，那肯定是它有这个香味儿啊。嗯，这个是薯薯面，宁海特色啊。对，宁海特色。红薯番薯做的面条是吧？番薯粉吧。对，番薯粉。番薯粉里面还有什么呀？里面这个是海花。海花是什么呀？海花是海里面的一种很有营养价值的。哦，海里面的花。对。嗯，海里面的花，海里面的花，你就这样理解。是的，是的，对对对对对。这个是。这个是鲳鱼，这切勿剪，里面是肉包起来的。这个是对虾，这个是梅鱼，这是肉饼，就是四种食材煮在一起，用酱油蒸出来的。这个海花真的是，有点像花一样。我自己来，我自己来，我开始吃像花一样。嗯。面条不吃啊？那我来呀，我要吃。挺好吃的啊，尝尝这个鱼啊，嗯，真的好吃。你梅鱼也夹一夹。嗯，鲳鱼。嗯，尝一尝这个皮皮虾啊，跟纽约的皮皮虾什么不一样？没事。两个。这个面条还要吗？面条不要了，我还没吃完。不要了。青菜没事，你那个可以站起来的，可以站起来的，啊，没事的，姐，吃吧。你再吃一个。哎，对对。怎么回事？他不是这家来的，家里面肯定一个厨艺。那他吃吗？姐，我们不是去。好了，我们吃完了。你等一下，大大接你宝，帮我拍个。啊？啊？你可以做个形象代言是吧？是吧？再说是我工作室是不是？行行。月饼，哎，我们月七号、八号的期末考试考好了吗？现在是方便，这个停车你看出来停车费都可以微信扫码，扫一下就走了，太方便了。这个城市完全变样了。我是在1996年的时候，我在宁波住了有两年。当时呢，我在这边学声乐，走了走走。我在跟着这边的一个声乐老师学声乐。我是每天从江东区骑着自行车跑到海曙区。现在这个城市完全变样了，一点都不认识了。快！我刚才还在算，我说那个时候1996年到现在，我说13年了。后来一算，不对，是23年了。啊，真是这个时间呐，时间是把杀猪刀啊，真是刀刀催人老，这一晃23年过去了。宁波这个城市呢，它是这个市中心啊，有一条江啊，就是甬江穿过中间，隔一段就有一个桥，隔一段就有一个桥。我现在这个所在的这个桥叫江夏桥，这旁边呢有一个江夏公园。前方250米，有违章拍照。前方350米，有闯红灯拍照。
好，我让我姐先回去，然后呢我们晚上聚完以后我再给她打电话让她来接我。今天我姐就当我的专职司机了。啊，在这儿看见了爱琴海音乐艺术中心。他们都在里面。好好，谢老师到了是吧？到了。我拿来了几张唱片，我也不知道几个人。好，小老师，还是那么年轻，太高兴了。哎，好，谢老师是好几年没见了耶。哎，好，三年不见了，我在那个网上经常看到你，看到你的孩子，看到你很高兴。我们柴师兄的这个，对，艺术中心啊，这个呢是于子正，宁波大学音乐学院的啊，二级教授，声乐的啊，博士导师啊，杨业迪商业音乐学院，知道，副院长，哎。这个呢是这个舞台啊，这有一个舞台可以表演的啊，作为演出，嗯，那么小型音乐会，能容纳多少人？一百八。现在呢，我们去吃个饭啊，刚才见面先聊了一下啊，这对面有一家饭馆。啊，这个永上人家是吧？我老听他们说这个永上人家。这个地方是应该是很中心的地方吧，是吧？那当然是中心，这里算江东，江东沿江东，现在属于永上区，一个是三江口的其中一条永江的旁边。这个是尤教授，哎，你好，哎，这是我们上师大音乐学院的研究生，刚念研究生，哎，我是。这聊了好几个小时，嗯，啊，他们要是不关门还聊呢，这个图书城要关门了，这个新华书店。吃完饭又到上面聊了好几个小时，嗯，现在9点了已经，现在我们再回三姐的工作室啊，再跟姐夫他们去聊一会儿。啊，敬业诚信，我这个厉害，那么大的字呢。右转进入中山东路，宁波的夜景还蛮好看。啊，夜景挺好看的。好了，我们聊了一下午，现在聊到几点了？现在是10:40，11点了，快到11点，10:57了。对，我们现在要走了，我们还得回去了。那这是我三姐夫，然后这是我二姐夫，二姐夫，啊，我们现在要走了，现在。Now it all has changed for the better.现在是几点？我看看啊，现在是12:12，啊，开了一天，从昨天看到今天了。